嗨，人家收听不都有意思，我是金贤。今日大家访问吼是吴宗信博士，伊是台南安南区大汉的囡仔吼，出世底下吼，一当嘛算正卡囡仔。不过呢，伊吼起来有够拍拼吼，伊讲伊要用迄个台湾制造的火箭吼，爱要写咱家己的卫星去太空吼，希望这2021年能入去太空。来现场访问，来吴宗信博士，伊是这个。高雄大学其他系，伊嘛是即个前瞻火箭研究中心诶主任，来，中心你好，你好，静儿你好，伊先甲大家讲吼，即个火箭是虾米货？火箭简单讲啊，火箭一般来讲，可能大家印象较模糊，因为上有分两种啊，经过伊个任务来看，第一种是做武器诶。像一般咱常听到的雄风二号、雄风三号，真该做轰动的，还是天宫三号？天宫三号能拍差不多1000公里这种，这种是做武器的吼。还是你听到北韩那种洲际飞弹？这种是较属于武器。另外这种是较和平用途，一般叫做卫星的载具哦，叫卫星的载具。听这名，知影载具就是火箭，但是甲卫星送入去。地球的轨道，几百公里到1000-2000公里，甚至到地球的东部的卫星36000公里，我甲卫星上去的，这种嘛是拢算火箭，以上大概分这两类。卫星来讲，一般咱为什么做卫星？卫星是就是讲，咱其实现在生活应用出侪是讲，咱是通信，像咱手机啊嘛受到这个通信卫星的相关的应用，这种是翕相。像台湾的迄个佛摩沙杜甫的二号，两当前一七号啊，前几年发起来，佛摩沙 five， 福卫五号，一家拢是翕相，简单上你就是甲卡片啦，大机加差不多900公里、1000公里啊翕相，除了这个通信去翕相，另外就是有一更是做军事的卫星，毛更做气象，做啊研究，以上安尼，所以这个。灰烬，我们一听到灰烬，看哦，这就高科技耶哦，这就困难的哦，好，所以一共差不多这个破除共有两种吼嘛，有迄个较做攻击用诶，不过咱台湾发展的这种诶，咱是较算你讲的算资料收集吗？翕相啊，做载具用的吗？就一般就是讲那和平的用途啦，一般咱听到卫星载具吼，用一个 satellite launch 这种就是。上去的卫星啊，卫星有足侪目的啊，有可能是商业用途，嘛有可能做军事用途，而且不一定，但是有种是一般讲飞弹是直接用飞弹去攻击人，攻击对方的，这个是我要做的是卫星载long term，古董来讲，我想要做卫星载具，这个技术是你讲，就像你讲一样，这个技术你若要搞卫星，炸入去你要爱的轨道、弯道，不同的倾斜角，这个技术是真难。到今嘛，全世界他搞的国家甲地区有才调做甲一件代志啊。哇！咱台湾今嘛的技术啊，吼，那是拢家己的技术吗？就当然，以台湾来讲吼，其实足多人对台湾拢有误解吼。其实我都我有借调出去2-3趟啊，十几年吼。我的结论是。就是讲台湾其实伊个工业水准足高，伊80%有法度支援台湾家己做卫星载具的这个工业基础。这第一件，第二就是讲，其实我有看了一寡报告，台湾伊个工业水准，你全面性来讲，伊差不多排第六到第八，其实是足用的。世界上第六到第八，工业水准，全面的工业水准。所以咱要改。做这个火箭吼，这应该是就是无技术上的问题。基本上是无啊，只是无整合这资源啊，加适当的投资。安尼吼，所以讲咱即马讲，咱已经准备啊，吼，就是讲咱已经有一个迄个火箭啊，吼，这是我看是讲是四个大学的团队做伙来拍拼的吼。就一开始的时阵哦，阮这个火箭叫做 HTTP 啊。H 就是新竹家嘛，新竹。这个 T， 第一个 T 就是台北科技大学、台北科技大学。另外一个 T 是台南，宜兴台。而且是屏东。HTTP 就是迄个网络，迄个开始迄个。开始头前。表示阮这是武汉的梦想。这是差不多，2008迄阵是开始的
聊真的是得过倒彩得了呢。嗯哼，现在讲起来讲台湾的工业水准这么高哈，啊，这是每一个大学，这四个大学的教授跟学生做回来来做安尼，所以讲咱目前即马会听到，因为你是2012嘛，哈，要发射是不？哦，2012是迄、那个，我你高才叫一个叫做尖尖火箭研究中心，简单火箭研究中心咯，叫 ARRC， 嘿，啊，这是迄阵有朋友关系，比较成立啦，吼，嗯哼，啊，其实我是2008就开始，就开始在创啊，迄阵开始是，中国有叫筚路蓝缕的，就是真正。我印象就是，阮阵在做实验的时阵，迄个算安全的，阮阁提人一种，办公室尾啊，一种迄个隔板，嘿，迄个洞，迄差不多2008的时阵啦，嘿，迄阵是开始以后，因以后拢是学生嘛，嘿，啊，所以大家是足刻苦安尼，无敢那苦到即满呢，啊，当然技术随着时间啊，阮的经验，有一直有进展安尼呀，一直有进展吼。是讲你一开始，然后讲是台南囡仔嘛，吼，安南区吼，啊，佮闽南佮你上次讲三个姐姐，两个阿兄，对，咱照你讲啊，吼，迄时代吼，一个未来去想着要做火箭吼，啊，佮高升高职，你嘛较偏向小朋友，你想来变做行对这条路来？其实就是我一开始昨天问我讲是毋是细汉梦想着做火箭，其实毋是。四十当前，伫台湾的庄家其实是活落来上重要。嗯哼，对。其实阮迄个时代有足济，阮阿伯阿叔，足济话，我即辈啊，佮即辈话拢会无去啊。嗯哼。就是迄个时阵，其实来当大是相关的，像搭牌号铁对啦，就讲搭活遮活上重要。所以基本无可能。虽然1957年，还是1960几年，迄阵我1960出世嘛，1969我5岁，美国已经飞去了外头，但是迄跟阮完全无关系啊。啊，尾仔就是讲，因为我去，尾仔有机会，1980几年代经过一寡台湾社会变动，啊，就讲你去美国，啊，你遐一寡机缘，我重新了解台湾历史，啊，这是其实我下较会上基础，就是我用台湾做中心，啊，尾仔我刚好。伊台湾这个社会，我结论就是讲，台湾长期拢做代工啊。对。代工就是讲，你若像人请的，我叫你做啥你就做啥。对。啊，你成本低啊，足低，大家滴吼。生活品质创啊足歹，啊，你就是物件做出来交互伊。这第一，第二是台湾这个社会，可能变后者中国里遐，还是足侪因素啊，可能我就是讲古早，你台湾的一寡。接近的人，不甲台湾当作是上尾仔的一站，所以做侪物件拢凊彩高高的，啊，台湾这個社会都沉闷，都闷啊，都闲，无虾米物件，互你感觉会足excited， 就有可能一寡足excited 的物件了后壁伊无实际的物件，比如讲哦，你做高空弹跳跳来。但是这个东西是你送到两分钟、五分钟啊就刷，所以我就想讲要找一个东西对社会诶，我诶冲击较大，啊，这是爱团队才有通完成诶，啊，而且可以当发展一个正强的产业，这是我咧想诶。先讲做一个学者吼，真卡出身的学者吼，囡仔啊去到美国，安尼。也可以带一个太空的梦想哈，这我潘姐，我就有点连不起来哈。你跟我讲，这就趣味哈。不过像讲这个过程来的啊，好，因为你相信一句话啦，好是约翰·南隆讲的嘛哈。好，你给大家讲解好不好？哦，这跟咱这个年代哈，那个姜内隆就讲，英语我先读英语 ，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only a dream.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.Is reality.、我甲偷偷加一个 with action。你讲哦，你若一个人家己咧做梦，真正是咧做梦。永远都是做梦啊，想想的尔。你若一个梦做伙，甲一堆人做伙做。而且你阁有行动。伊真正变真咧，这是我差不多10年的都深的感受啊。所以，不要因为这平，因为做这不是他一个人了，个人的能力，时间拢有限啦。啊，其实是较早我伫美国遐读册时阵，我差不多1990年到1995年，我算足关，阮足侪学生啊足关心台湾，啊，各地用网络咧连接，
哦，迄阵一个叫巴比鸠，台湾南星虾，嗯，啊，我阵福州外交啦，嗯哼，所以捌足侪朋友啊，但是其实专长拢无共，嗯哼，啊，但是阮这批人大部分百分之九十拢有倒来台湾，嗯哼，啊，尾仔大概算属于工商，啊，尾仔是，嗯，我刚开始历史可能嘛必然啦，嗯哼，伊就到一个抗战，啊，然后佮人连做伙，啊，其实是透过火箭连做伙嗯哼，安尼吼，所以讲。讲起来这是一个巧合，不过这嘛，讲大家回来应该连做伙，不过我讲这是嘛一个足强的意志啊，吼，对对对，讲连做伙做什么代志？就我这朋友就是讲，嗯，其实我做这公司就是我看足侪前一辈，你也拢袂当回来嘛，吼，嗯哼，啊袂当回来，有当时啊当然，迄当然有主管加客观的环境，嗯哼，啊，我就决定一定，因为你绝对要接受迄、那个，你要打到迄个土地，你才能改变遐，啊无，嗯。你有那高倍火车嘛？所以回来、嗯、啊，但是回来其实因为人的个人的力量足有限啦。对。啊，所以阮是先大概拢伫属龙工商家己家、嗯、己的领域。嗯。哦，啊，你拍拼。嗯。啊，你有一定的卖工成就，有一定的实力的时阵。嗯。哦，啊，大概其实足自然，阮的结合是足简单。嗯哼。哎，阮就想要替台湾做一寡代志，啊，这个是阮认为阮个人的专长会当作为贡献的。嗯。所以做主人就结合起来，嗯、啊！你做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一餐没一餐的，就是讲，嗯，不是讲一寡做行的，科技的计划啊，政府强力的支持，无、嗯、其实无。嗯，那今天现场访问是一个高中大学毕业的哈，本身是一个火箭的专家哦。事实上，这个吴宗宪教授哦。那真侪人讲到火箭，那拢会想到你啦哈。啊，是讲因为咱对火箭。外太空，哦，刚刚好遥远。他多少听伊讲，才知影讲，原来咱台湾工业水准，就是讲咱的技术其实是足到位，吼。而且佫加讲，因真有心，想讲啊，要来为台湾做一些什么事情，吼。一是讲，咱咧讲这个火箭啊，吼，即马开始，你讲要投入，咱敢有这个产业的一个，那就讲 base， 还是讲已经有一个地底价，敢有？有，其实台湾伊。我都做这样讲啊，台湾你是，嗯，也感觉最近是做全面性的，嗯哼，伊全世界是绝对是 top ten 无问题。哦，我估一寡例啦，比如讲，台湾那里做，因为火箭要入去轨道吼，伊也足轻的，伊差不多，伊全部那烧了吼，伊燃料用，伊燃料烧了，剩落来重量啦吼，嗯哼，骨头啊重量袂当超过，差不多袂当超过20%。哦，啊，伊速度较紧。伊要进入轨道，一秒钟要7.6-7.7公里。嗯，你着对鹅銮鼻到嗯，鹅銮鼻到40几秒就到啊。哦，这紧哦！啊，你若坐高铁要5000秒。嗯哼、嗯。啊，坐熊山差不多500秒。嗯哼、嗯。啊，你若用走，它走很多，所以嗯，就是讲伊个能量足大诶。嗯哼、嗯欸嗯嗯。所以讲这是足紧足紧诶，安尼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一。所以以前做需要的工地的物件爱个轻，嗯，该怎用？嗯，啊，这种叫做轻量化结构，啊，你在对解最重要的就是，嗯，碳纤维，嗯哼，啊，碳纤维这种材料还是讲技术，台湾其实有哦，嗯，啊，这对倒来，点在一开始是对做卡达车，哦，爱轻，个卡达车有啊，卡达车你想这样都搞不了，伊做一个，嗯，碳纤嘛，规个骨架啊，吼，世界才800几个gram呢。嗯，对对对，我敢公斤，还其实就碳纤。哦，我有一台卡达车嘛，轻轻的。对对对，我上你讲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伊就讲，伊就有这个工业基础。嗯。啊，但有弄一寡足厉害的基因啊。嗯哼。伊某一个领域工业技术做啊，就好就好。啊，虽然伊唔是做锂火箭，但是转换者，伊足简单的做火箭，诶，某一部。嗯哼，所以这个素材这方面哈，材质咱就厉害的对，伊蛮做这阿妈用做黑啦。对对对对，有看你有甲想到无安尼？就比如讲，像阮引进的烧的存内底，差不多爱3000多。嗯哼，有3000多。但爱烧一，你若讲真那边入过的火箭，爱烧1-2百秒。嗯哼，我这是做条件的，这割肉材啊，搁爱耐，搁爱自然。嘿，我这当然其实是有，比如讲你像英国迄个所在做陶瓷的，嘿，还是高雄。其实我拢有当个一挂基因啊，嗯哼，你嘛爱去吹啊吼，啊无，唔对，那你讲德国造太多，啊无人一般刚刚讲我这外太空就是就高科技的啊，所以这个是因为大嘛就好处来讲，当然虽然看不介多，嗯，但是伊大应
台有的拢有。哦，这第一件啊，第二就是伊无大，嗯，第二环境无大，所以，嗯，有当看干的吼，啊你，但是你要有一定的知名度，嗯，对对。人知影你有中心的做伙子，嗯嗯嗯，啊你欠某些技术，啊朋友问问的，嗯，哎啊更拢会看到。哦，安尼，讲脚踏车佮加这个阉割的陶瓷，吼，结果拢甲火钱有关系。你讲因的技术会当用多火钱，啊，但是本来因无咧用多火钱。嗯哼。好，咱系张访问这个个中心教授吼，你讲火箭吼，诶，是在工作火箭啦，外太空中，这是就关你梦想，那就喊你出现第一，咱的少年人啊，少年囡仔讲啊，我以后要当个科学家，那就只要讲我要做医生啦，吼，我要做有牌照的，较稳定啦。你感觉讲咱一般民众变啦，因为真正好像你安尼讲，诶，好像梦想剃掉较亏咧。就我意思是讲。其实我这个过程，我虽然我今麦五十几，我差不多四十，我差不多对四十几岁，我才决定讲要行这条路。诶，我感觉这足重要。其实就是讲，你台湾社会吼，你若一寡物件，你是不一定爱花钱，但一寡物件，你若感觉这是正面的，啊，你家己有趣味，你就爱做深入去甲做。啊，做到一个坎站了，你就爱有 visibility。你得要有人见到，你爱红灾，啊！你若红灾，不管你若个继续要个侵入，啊！这做对到哪做正面的，其实不管是你这个财务还是讲技术，其实都有人会走出来到三间。这种经验是，这做歹形容，你知无？比如你欠啥时阵，比如二零一二我阵根本无钱啊。对，啊，就是有朋友，迄你嘛熟识朋友，啊，就有人关心，我成立这个中心，所以我就感觉，哎，无什么技术，就有奇怪人走出来，哎，通常会使，所以我感觉做，你谈英语叫做 miraculous， 就是讲做神奇的，就神奇，啊，你用哪里唱伊都会啊，所以我那时候透过用花钱咧，甲因大家交流安尼，你好，我中心教授有讲一个重点。我讲你咧做代志做到足认真，大家有看到？因为变作生理嘛，爱拍拼足长的时间啦。对，大家一堆人做拍拼。一堆人做到有一个成绩啊，有人看到讲啊，安尼我下当来过来创什么会？但我觉得努力到有一点绩效，我看到哈，这嘛就重要呀。其实咱对于讲啊，台湾人发射自己的火箭哈，那目前看起来，因为这嘛是算。那我问是数据，诶，讲安翕相啦，哈，啊是讲人讲电信用途啦，像安尼哦，伊讲讲起来，咱台湾这地能力没什么，无什么问题啦，哈，好，啊，咱嘛就欢喜讲啊，那我家己会钱哈，这样哈，好了，咱家己的大学的教授跟学生做哈，哎，我问你讲，那一般讲，我们要去支持这款上太空这款计划，咱拢讲哦，家己的火箭这就欢喜嘛，哈，啊，不过你才多买，讲讲这个也会没有钱呐，买安怎啊，哈，就那一般的民众啊，哈，哦，哎，咱刚刚就有趣味，啊，别安那个较关心这件代志。哦，其实，关心其实阮阵有一个 crowdfunding 的。网站，其实是有一间公司，伊拢义务敢做公益募资，啊，钱捐到交代。我可能是台湾第一个做研究无钱吼，啊，做 crowdfunding 的老师，你嘛是职业，我本来嘛唔知有这种技，这种方式啦。伊咧叫做 ARC.TW， 你若去看就有。其实上就是讲，啊，阮有一个脸书吼 ，Facebook。并且你甲拍 ARRC， 你应该都找到。我内底诶粉丝个比较两万几个。所以这两万几个粉丝一起，全部咧看讲你即马进行个虾米听到？对，我拢会定期在遐报告。我最近我先做广告入去，我最近在有一个科技部较大诶计划，搁一寡朋友无管到三工吼。我即马进行一个计划是拍算伫。2021年的前半年，火箭让射到100公里，然后伊是垂直发射，两只拢有做姿态控制，这基本上就是虽然你还做不多啦哈，差不多直径70公分、60、50公分嘞，嘛未介细粒，伊这个技术就是卫星载具的基本的技术了呀，安尼，会当上这个网站 ，Facebook ARC， ARRC， 阿哥，你老公，对。介
绍较详细是 arc.tw，这是网站。网站 arc.tw。对对对。等于看到讲，咱即马台湾人的火箭哈 ，MIT 的火箭，即马发展到什么款的抗战嘛呢？我问你哦，安尼钟醒教授，你家己对这个你的，我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，是安怎爱咱台湾人发射家己的火箭？啊，外国人啊，讲我小小啊，我就成熟诶，哈，安尼你用我的技术就会使啊。这能有两个意义啊，实际上的意义是讲这个，为这卫星载具，这是一个战略科技啦。因为全世界，你讲像全世界较高的地区、甲国家有这个能力尔嘛，吼，这第一件。所以伊后壁上升空间足大啊！第二，你国家若无家己这物件，像你国家的一寡国家安全需要，还是这你就无法度，人个无一定个，人无一定要家己写。啊，佫一点足重要个，即马有一个新的趋势叫做太空经济。Space economy， 这可能我想99%的咱台湾人可能拢冇听过啦。伊这太空经济就是，提供即马伫地面的发展啊，就是。顶管，因为这电子工业的进步，所以卫星愈做愈细粒。我伊可能以后拍，唔是拍一粒，是用拍几十粒，甚至几啊百粒。伊的应用会愈来愈宽。顶管一地吼，这个太空的应用愈来愈宽，包括我讲的，就是三项嘛。咱即马全世界卫星有1400-1500粒左右啊。安尼哦。嘿，对一般一去哩，可能为4-5吨哦。看任务不一定，所以伊以后哩经济上的贡献足大。你要经济上，你若无整合集体发射，为这其实是以后经济的主体。但是你若无足好的火箭，成功率足高的火箭，成本足低的火箭，甲送去哩轨道，嘛是无路用的。好，所以讲有讲到一个基本啦，吼，这基本的，这是一个战略科技呀、啊。好，伊嘛是纯粹讲讲行李来解说这件代志。吼，除了国防以外，其实足重要。即马开始，我讲的太空经济，即、這个已经是愈来愈重要。啊，佮讲咱若发展家己的，慢慢看人的头面嘛，吼，人要甲咱发射，唔敢。对，啊，你讲发射贵三三。对，吼，好，所以讲，这里新的科技，佮是咱台湾人吼。这样可以，已经讲了一个整卡进来梦想，真的大家一起梦想，还真的要发射火箭。啊，還有一个就是我总结，伊讲伊是一个火车头工业啦。伊讲伊开个有足侪学生囡仔，甲问讲，吴老师，我若想要做火箭，我爱读什么系？我讲理学院、工学院拢需要，就是讲伊火箭内底需要的物件，技术、机械、电子、电机。电脑的硬体、软体，材料，啊，个化工，你想的都拢有啦。安尼吼，想的都拢有。所以，伊是当全条拢需要，所以一定伊就会接头的工业呀。安尼吼，今仔已经感谢这个吴宗兴教授带领我们走去外太空，吼，咱无一定爱一直拢叫你卡打实地这么做代工啦，还有个个梦想啊。好，多谢你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回来。